来呗，还给我带什么礼物呀？嗨，哎，我接一下来。哎呦，这么多吃的啊？对 ，Hello， 大家。今天你推着这年货车就上来了，是不是要给我们送来什么好东西啊？对，今天想给家人们送上天南海北的年货，带的有牛肉干啊，还有开心果呀、瓜子啊、花生啊，都是一些家里会备的年货。啊，哎，这白萝卜我知道啊，这是南方过年的时候的年货，过年时候要买菜头，寓意着好彩头。是的，像这一车年货呢，它集齐了四面八方的祝福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好运连连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啊，就是我发现你在快手上经常会发一些搞怪的短视频，你发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心理包袱啊这种的？其实这些滤镜也都很可爱，而且快手是一个很好玩的平台，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，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快乐，不会有包袱的。那我们就期待着你有更多搞怪可爱的作品。好的呀，那我也要去给其他老铁送年货了，所以直播间的朋友们千万不要走开，待会儿我还会给大家送福利哦。不是给我的呀？那好吧，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试试吧。谢谢，我来帮你吧。行，走，拜拜。